陆方面呢，一直坚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常态化。民进党当局至今没有解除禁团令，没有开放大陆居民赴台交流。只有消除这些障碍，才能为两岸旅游和人员往来恢复正常创造有利条件。我们欢迎傅昆萁先生率团来访，也欢迎台湾各界人士来大陆参访交流。我们愿意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，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，与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，为台湾同胞特别是基层的民众谋利造福。